夫妻档也就算了，还整了另一个年轻人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连着七弟啊什么之类的弟弟之类的也带上了。养得起这么多吗？你看这下雨天，天上黑了，没什么摊儿，小凉菜还开着门，可能是没卖光，不忍心走，一定要卖光才走。很危险吧，木耳菜什么之类的这些凉菜，这些的放久了是容易那个啥的，就是这种凉拌类的放的时间久了是容易就是不卫生，那些菌长得厉害，发霉啊什么的，就是也不至于那么严重，但是可能吃的上吐下泻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的。如果就是放了一整天然后没卖出去，就是米着放啊呕着的，还是有风险的，因为它凉拌的嘛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加热熟食那种杀菌的那么那什么。不知道呀，不知道呀。